球被扑下来，爬起来再传，完成了封杀。不过在三连上的陈崇宇呢，能够回来得分。哇，这一球吴东荣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啊！ 这一棒带起来，遭到了接杀出局。王胜伟再往一垒传，刚刚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弹跳。嗯，出棒打得强劲，在三垒滚地球，结果被扑了下来。郭国麟快传一垒 ，nice play！ 哇，本场比赛的最佳好球出现了。嗯， 这一个飘下球还是被打到了反方向，哎呀，接住了！哇，赶快抛，但是倒在地上，是不是压到手？好像受伤了。哇哟，又是一个美记的演出，但是李德龙看他的手非常的痛苦。这一球出棒很高，但是要看落点有办法接到吗？华麟，哇，接住了，又是李哲。 轻轻碰了一下，形成一个小飞球，来看看外野手追过来，在牛棚附近有没有手背机会？有没有接到嘞？感觉上是有接到，张政伟的 nice play。 对于这一种靠近护栏或者靠近墙边的球，张政伟今天就碰上了两颗，不过第二次哦是完成了接杀。